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，皆有口业，或复轻言似语，变口立词，弗须假事，言行相乖，恶报自招，历劫无免，岂得不人人悚然增道，忏惜此过。相与从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口业不善，于四生六道，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边，迷恶不宣，出言粗犷，发语毁谤，朋友聚话，无意而说，指空为有，指有为空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作言不作，不作言作，如是颠倒，反天异地，自立生物，更相缠谤，言己则迷得不归，说他则何恶不往，乃至品素圣贤，才良君父，即说师长，谤善之事，无道无义，无所顾难，事有忧恶，伤行丧命，未来处痛，永结因报，且细孝之请，便能具足无量重罪，何况苦言已加一切，众等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恶口业于天道、人道有怨对者，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有怨对者，于恶鬼道、畜生道有怨对者，于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有怨对者，众等以慈悲心同菩萨行，同菩萨愿，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断疑佛，南无无量持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不复佛，南无无住佛，南无德差迦佛，南无众首佛，南无释光佛，南无多德佛，南无福沙佛，南无无边威德佛，南无意义佛，南无药王佛，南无断恶佛，南无无热佛，南无善调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永德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大德佛，南无极灭义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妙音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始觉悟，同到道场。若有身行居碍，有心不得道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摄其精神，一切同道，受众等忏口业罪，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口恶业因缘，于六道中被起怨结，愿以三宝神力，令四生六道三世怨对，所忏永断，所悔永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二行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，或以恶口恼乱父母师长眷属及诸众生，或于父母起妄语业，或于师长起妄语业，或于眷属起妄语业，或于一切众生起妄语业，或复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或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
或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，或为骄慢，或为嫉妒，起妄语业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两舌业，守他恶言，不能复藏，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使人分散，令他因苦，或因嬉笑斗争两家，离人骨肉，破他眷属，缠乱君臣，纷扰一切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造其语罪，说无意语，无利益语，或恼父母，或恼师长，或恼同学，乃至六道一切众生，皆其恼害。如是口业所起怨对，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令四生六道、三世众愿、一切怨结毕竟解脱，一切罪业皆悉除断，毕竟不复起诸怨结，更入三途，毕竟不复于六道中处毒相加。从今日去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永为法亲，慈悲眷属。从今已去，乃至菩提，三界果报永不复受，断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增进身修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一切愿海皆能满足，六通三达无不明了，得佛三密，具五分身，登金刚会，成种智果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忏悔身口罪尽，赐复因须清净意业，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者，皆由意业结集牢固，十恶五逆必由意造，故佛戒言不得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，后堕地狱受苦无穷。今日相与共建心之去意诸事，亦由君之总测其程，口发恶言，身行恶行，于六道中能招聚报，当知灭身是由心造。今欲改悔，先挫其心，次折其意，何以故耳？今言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当知结心是解脱之本，尽意是进去之机，三途俱报不来，恶道众苦不往，然身口业粗意浅，异地维系难除。如来大圣一切智人于身口意使得不护，况乎愚惑凡夫而不守圣，若不折错未见其善。是以经云，方意如尘，守口如瓶，岂得不护？相与无始以来即此一行，无名起爱增长生死，亦能具足十二苦事，八邪八难，三途六道轮回流转，无不经历。如是诸处受无量苦，皆由意业构起怨对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。煽动六情，持意无体，轻重恶业无不被造，或身口不遂，心增愤毒，更相杀害，无怜悯心。若自唯有痛痒，不可一忍，彼至在他，唯恐处毒不深。见人之过，自愿宣说，自有谦师，不喜他闻。有如是心，实可惭愧。有异地起称，大道怨贼，所以今言
皆功德贼，无过嗔恚。又华严经云，佛子若起一嗔恚心，一切恶中无过此恶。何以故耳？起一嗔心，则受百千障碍。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法障，生恶道障，多疾病障，被谤毁障，生暗顿障，失正念障，少智慧障，尽恶知识障，不乐贤善障，远正见障，乃至离佛正教，入魔境界，被善知识诸根不具，生恶业家，处于边地，如是等障不可具说。我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因有无量无边嗔恚恶心，乃至起嗔不必亲足，何况六道诸众生等，及其烦恼猛毒，不复自知。但是不得为，心想则何所不念？若使得遂心意，则谁不被困？故天子一怒，浮尸万里；将司以还，空自纷扰；鞭挞垂服，有诸罪过。当此之时，何处因言？我依善戒，唯恐苦库，不生不重。是义第二，通于有事，至于不免，豪见共有，未尝一日惭愧改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嗔恚烦恼，忆虑忧生，虽复欲舍，对境已发，动与恶俱，念念相处，何时当得免离思苦？大众既知其罪，岂得厌然而不改悔？相与今日肯到披尘，忏灭此罪，一个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所缚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殿相佛，南无恭敬佛，南无威德守佛，南无智日佛，南无上利佛，南无须弥顶佛，南无智愿贼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应赞佛，南无智次佛，南无离焦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常乐佛，南无不少国佛，南无天明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顺良佛，南无多功德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药传佛，南无无所少佛，南无游戏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无量无边自在力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、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忏意所结一切怨对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已结之怨愿忏除灭，未结之怨不敢复结。仰愿以三宝力同加摄受，哀悯复护，令得解脱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以一恶业因缘，于四生六道、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结诸怨对，若轻若重，今日惭愧发怒忏悔，一切怨对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依三毒根起于贪心，因于贪始起于贪业，若忧若显尽空法界，他所有物起于恶念，我当取之，乃至父母物、师长物、眷属物、一切众生物、诸天诸仙物、如是等物，皆念属己。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于嗔业，昼夜稍然，一时一刻无暂休息，小不适意便大恚怒，取诸众生种种恼害，
或加鞭杖，或缚沉你，乃至驱破饥饿，悬浮忧喜。如是称罪，无量怨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随逐无明，起于痴业，无恶不造，无有正慧，信于邪言，受于邪法，如是痴业，皆诸怨怼，无量无边。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行十邪道，无怨不结，无业不造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，起诸结业。或身口不遂其事，心增独立，乃至戏笑，构起是非，不以直心与人从事，横怀谗取，无有惭愧。如是等罪，无量无边，于六道中受大苦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业不善，口业不善，意业不善，如是恶业，于薄边起一切罪障，于法边起一切罪障，于诸菩萨贤圣边起一切罪障，如是罪障无量无边，今日至诚，求爱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三口四意三恶业，忤逆四众，无罪不作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六根六尘六识妄想颠倒，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于设威仪界、设善法界、设众生界，多有毁犯，身坏命中，堕三恶道，在地狱中受无量无边恒沙等苦，又多恶鬼无所事之，恒暴饥渴，受诸热恼，又多畜生受无量苦，饮食不尽，饥寒困苦，又出生人中，堕邪见家，心常谗取，信于邪言，失于正道，莫生死海，永无出期。三世一切众恶怨怼，不可称计，唯有诸佛尽知尽见，其如诸佛所知所见，罪报多少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诸佛大慈悲力、大神通力，如法调伏诸众生力，令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怨怼即得除灭。六道四身，今日已受怼者、未受怼者，愿以诸佛大地菩萨、一切贤圣大慈悲力，令此众愿毕竟解脱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毕竟清净，舍恶道身得净土身，舍怨怼命得智慧命，舍怨怼身得金刚身，舍恶道苦得涅槃乐，念恶道苦发菩提心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过去现在四生六道，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愿以今忏悔，同得清净，同得解脱，具足智慧，神力自在。愿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常见十方，尽虚空界诸佛法身，常见诸佛三十二相紫摩之身，常见诸佛八十种好，分行散体，遍满十方，救众生身，常见诸佛放眉间白毫相光，济地狱苦。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已经忏悔清净功德因缘，从今日去舍身受身，不经地狱道或汤炉炭焦形烂体之苦，不经恶鬼道怀饥暴渴争喉骨腹之苦，
不经畜生道，常在愁命驱驰宰割之苦；若在人道，不经四百四病畜生之苦，不经大热大寒难耐之苦，不经刀杖毒药加害之苦，不经饥渴困乏之苦。有缘大众，从今日去，奉戒清净，无玷污心，常修仁义，念报恩心，供养父母如是世尊，奉事师长如对诸佛，敬重国王如真法身，于于一切皆如吉祥。有愿大众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达身法义，至无所谓，明解大乘，了见正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物，一向坚固，至求佛道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幼时害鸟，成年受报。在20几年前，那时候的小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，很少有什么新奇的玩具，所以当时的小孩子大多都只是结伴到处玩耍。杨淑敏小姐小时候非常调皮，常常在玩耍中残害小动物，例如挖蚯蚓，或是抓蝴蝶、青蛙、蜗牛，甚至偷捞伯父养的金鱼，然后将鱼活生生地放在烧红的铁盒里煎烤。哎，淑敏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小金鱼呀？大伯，我在煎鱼，很好玩耶。淑敏啊，你听大伯的话，以后不要再伤害小动物了，好不好啊？为什么呀？这些动物跟我们一样知道痛，也有感情，我们伤害它们是在做坏事，这样会有报应哦。遭到报应？可是我没有遭到什么报应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，知道吗？过没多久，淑敏就把伯父的忠告抛在脑后，依旧到处抓小动物来玩。啊，蜻蜓，太好了！看我怎么把你们抓住！我打，我打！咦，这是从哪里传来的鸟叫声啊？淑敏在自家花园的墙缝里发现有两只鸟，非常忙碌地飞进飞出，原来是有鸟巢啊。母鸟和公鸟正来回忙着喂食小鸟。原来这两只鸟在抓小虫喂墙缝里的小鸟啊。对了，我可以把墙缝里的小鸟抓来玩，看我的。哇，好可爱的小鸟，我要把它带回家养大。哎呀，好痛哦！那两只鸟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而拼命抵抗，把淑敏的手背啄得都淤青了。他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使劲地抓着小鸟不放，一点怜悯心都没有。第二天一早，母鸟听到小鸟吱吱的叫声，便飞到屋檐下探望。小鸟一叫，鸟妈妈就马上回应。啊，妹妹，你把这只小鸟放了吧。为什么呀？你看，它的父母没有了孩子，多着急呀。小鸟的感情和我们人类一样，亲子分离是多么的痛苦啊。不要，
我才不要把这只小鸟放回去呢，我要把它养大。啊，那天下午，这只小鸟便因为没有父母在旁照顾而死了。小鸟死后，舒敏仍不甘心地再去找其他鸟巢，又带回了两只小鸟。结果这两只小鸟也因为照顾不周而不幸丧命。哥哥，我的小鸟怎么死了？我的小鸟为什么会死掉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只鸟还太小了，我们是养不活的。我劝你放掉它，你偏不听。你看，现在它死了吧？死了就算了，那我再去抓别只来玩就好啦。就因为舒敏小时候年幼无知，在贪玩的念头下做了杀生的行为，使动物们丧失性命，骨肉分离。到他成年结婚后，便因此受到杀业的果报，怀孕到第四个月就流产了。没事的，老婆，等你身体养好了，我们再生就好了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每次我怀孕四个月就流产了，连续这样没了两个孩子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哎，妹妹，我想这是因为你小时候杀生的业报吧。啊，业报？我怎么会有这种业报呢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小时候特别调皮，很喜欢伤害小动物。有一次你抓了几只小鸟，还说养它们，结果把它们都给弄死了。当时那些母鸟的叫声是多么不舍呀。我想或许就是因为你伤及骨肉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业报反扑吧。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件事？唉，就算我当初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也应该将心比心呢。哥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你们只有多多放生、护生、勤修善业，才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罪业呀。老婆，我们就听哥哥的，等你身体恢复后，我们也多放生、拜佛、多做善事。嗯。就在哥哥的建议下，杨小姐与丈夫开始经常参加放生法会，行善祈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生后，杨小姐终于又有了身孕，并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当初多亏我们听了哥哥的话，及时行善放生，才有了这个宝宝。是啊，以前我哪里会想到，小时候调皮好玩，伤害小动物，竟然会在成年后自食恶果呢？以后，我们可要教育好我们的女儿，让她知道爱护生命的重要，可千万不能让她也有杀生害命的坏习惯。是啊，可不能让她像我这样，等到后悔时就晚了。所以父母在孩子年幼时，应该要以感应先会边为他们指针，让孩子积善成德，培之后福，出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这样才可以远离灾难，招来吉祥啊。